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原神 4.6 枫丹全宝箱任务神童，一条龙全收集旧日之海诺托斯区斜律藏的永续师，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，他的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。幽恩花园神童29宝箱81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雅努斯正门上方的这个锚点，那到这里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边有一颗神童，我过来拿到这一颗神童啊，拿完这颗神童我们再往我们头顶上游，头顶上游，那游上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，在这个空间啊，就小的那个空间里面有一个摩拉队。好，拿完这个摩拉队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抬头，在上面这里游过来，这里有一个这个螺帽章鱼，点击和它一起玩。哦，然后穿过这个什么传送门，穿过按钮啊，跟着这个水环。好，那这边宝箱就出现了，我们来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再把视角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在这边这里有一个贝壳，过来把这个贝壳敲开啊。那敲开的话里面有一个摩拉队啊，这个刚才不小心拿掉了，拿掉之后我们再往我们脚底下这里往下游，往我们脚底下游，这游下也能看到两个这个快速移动的鱼，那在它旁边我们把这个圆鱼这个叫什么定时炸弹捡起来，然后给它炸一下。好，那炸了之后我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我们再把视角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这边这里游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大石头，把这个大石头给它炸开。好，炸开里面有个普通宝箱，我来给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边往上游，在这里好，这边是一个解密，我们游过来。那游过来的话，这边这个我们把这个花转到右边啊，转到右边那个，让它对准这边那个。好，这样宝箱就解锁了，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。拿完这宝箱我们下去把魔点开一下，先把魔点开一下。好，这里好，这里开完锚点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游。好，这边绕一下游过来，这里有一颗神通，来拿到这一颗神通啊，拿完这一颗神通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啊，这边往前游。那在前方这个平台上，这里有一个摩拉堆，捡起来这个摩拉堆，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低头游下来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普通宝箱，开启这一个普通宝箱，然后我们再回头看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的话是这样的啊，它经过这个东西，经过这个花，让这个花是高亮的状态，我们给它停住啊，点按就行了，点按给它停住。好，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，在我们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现在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有一个摩拉队啊，顺手拿一下啊，先拿到摩拉队，然后我们再去到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，等待它过来把两朵花都点亮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停住。好，停住。那停住之后，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里过来把这个停住啊。好，等它两朵花都是亮的状态。好，那停一下。好的，然后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，我们上来把这个什么锁链啊长按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对话完之后啊，再次
这个长按这个切换，记得切换一下交互状态，然后再次长按。好，那把旁边的这个珍贵宝箱捡起来。捡起来这个珍贵宝箱之后，我们再打开地图，跟着任务执行来到雅努寺真门中间这一个锚点。好，然后直接往前游。好，这边我们按空格啊，按空格它会把这个屏障给它炸开。然后这边穿过这个叫什么暗流，来。这里要开炮击碎这个巨石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什么第三章法沙利亚狂想曲这个吧。那这边锚点啊，就那边的锚点也它自动解锁了，那我们走一走吧。现在我们是开了14个锚点，然后3个仙灵81个宝箱11个限时条，而在我们背包里面有29颗神痛。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